怎么 VM 看起来很像你刚才那个样子？就 VM 这样跨的小猫。丑。喂，你下楼没有？电梯到了。啊，好，行，好吧，嗯。你怎么回事？这是明星的时尚，为了配这个卫衣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为什么不能这样？这是社会责任感。我被洗脑了。然后为什么要戴这个花呢？是为了配这个衣服啊。然后到时要给我一个麦。啊，我现在是他那个零。零零版是。我降两个。降五个吧。昨晚没睡着觉，回家看视频，就看那种疾病视频。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健康啊，不要得病，太恐怖了。这个是谁啊？请一号麦，一号麦。OK。看我们时尚的衣服。阿彻。我来放大。我电脑烂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也要北京，这里是明堂唱片夏至巡演。虽然北京已经挺冷了，但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热起来，好吗？我是 Disco。下一首也是来自明堂唱片夏至特辑的一首歌，叫做 Company， 希望它给大家带来好心情。他在这层层大观园里面走，有多少事的成人妹子曾经他否定的主流的舆论里，对口心对走心的话他都留在酒后，听着10后的 Company 门口的酒瓶之后，他死的常规性他小心失控，有漏的口号不再是不负责任。接下来继续交给Mia M 李丁丁。
他背叛。Hello。你也不用带吧，工作就是喝酒啊，工作就是喝酒。对，我的工作可辛苦了。